走廊就用了咖啡色，感觉很 relaxing。而餐厅呢就用了绿色，配衬埋呢道米芝莲二星大厨主理的菜式，全方位感受到米兰的味道。不过作为设计行外人，我最欣赏的呢就是呢道全米兰唯一被福布斯评级为四星级的 SPA 啦。我现在浸紧呢个 Jacuzzi 咧，就净系酒店入面嘅 VIP 先至可以享用噶，因为咧呢间咧就系全酒店唯一一间净系招待 VIP 嘅 Spa Suite 啦。我一阵咧仲 book 咗个按摩师咧帮我按摩添噶，入面咧呢度所有嘅设施咧就净系得我可以用得，因为咧我已经一早 book 咗噶啦。你哋唔好再阻住我啦，我浸完之后咧我要去按摩啊！这个 VIP 套房有两款尊贵的 treatment 提供，我就选了最贵3.5小时按摩加 facial 的服务，要差不多7000港币的，可以说是一个几奢华的享受。好舒服啊，行了这么多的家私展，终于可以比较 relax 下了，不知道 book 这间房可以比我睡多久呢？